Apple Fashion 2015春夏号。2015春夏巴黎时装周最大看点就是 Chanel 颠覆伸展台，把秀场变成时尚大游行。连吉赛尔都拿着大声公司吼。曾风靡一时的罗马鞋也重返时尚。Apple Fan。2017春夏时装周，乔小 S 斗王妃。2017春夏伸展台上，剧情一样高潮迭起，有迪奥挖角 Valentino 女台柱后的登基秀，龙蟒在炒了企鹅先生之后，女主帅上任的欢迎秀 ，Chanel 追上新世代，祭出光鲜。啊，小明！明星求问答。